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哈，第十章的第七页最后面哈，因为讲到龙树菩萨哈的中观学的经义来说的话呢，透过大小共观，真俗无碍，悲智圆融啊，几乎都是不二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哈。那悲智为圆融方面呢，可以从啊智慧的部分说起，也可以从德恨哈，一个是属于真啊，因为智慧追求的就是真理法则嘛啊。那德恨呢，其实就是善呐 啊，尤其是数世劫以来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那么佛教啊，在这个道德上面其实讲的最透彻啊，不是只有看今世而已啊啊，那么根本就是整个生命的来龙去脉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些其实也都是要透过什么智慧啊，跟德恨的这种结合，才是彻底的这种道德教育啊。所以如果从智慧的真理法则来看待一切，都是因缘法的因缘的存在哈，辗转相应相依，刹那流变，即是无我的缘起啊。所以呢，龙树菩萨啊，中观学来讲的话，都是比较究竟彻底的佛法的真义啊。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无我的缘起啊，也透过无我，所以在道德上啊，有的人会以为无我怎么去建立道德啊，并不是在否认这个我相的存在，有我相啊，但是因为无我的关系啊，那么才反而更能够否定自我中心的主宰欲啊。因为一旦以自我主宰中心的主宰欲来说的话，有我，那么恶的机会是不是就多得多了啊，善就会少得多啊。所以呢，这个也都是从无我啊，智慧来讲也要透过无我啊，在道德上更是要无我啊，因为无我的话才比较不会有染浊，不会染浊也比较不会有恶念的产生啊，也就是否定自我中心的这种主宰意欲，也才能够去体贴啊友情的同体平等啊，因为放下了自我才能够融入到大众中嘛啊，也才是究竟而彻底的啊，一个是叫做清净，还有叫做利他啊。所谓的善啊，何谓善念呢？就是它是清净的，并且是利他。那如何清净，还是要从无我来下手的啊，也从无我呢才能够比较更彻底的利他。有我的利他当中呢，难免都还有自我的这个需求啊，那么还难免站在自我的立场，那么其实还是杂然的啊。所以要悲智圆融的话，那也都是透过无我啊。所以这里说也因为有无我，才会有真正的慈悲，从身心相依当中，自他共融里头，而且是物我互知的缘起正觉当中，涌出无我的真情啊。所以悲智圆融，那么很重要的基础是不是就站在什么无我的立场啊，无我的这种生命的实践啊，无我的生命实践，这个也是中观学里面非常重要的。那这些也都是透过什么缘起性空啊，不二的这个中道啊而来的。所以呢，十至八页哈，这里就讲到空有融通啊，即空而有，即有而空啊。啊，在性空当中呢，看到缘起的有啊，那么也从缘起的有当中呢，啊，看到现象的有，看到现象的有，而怎样深入到法性，深入到其中的因缘啊的平等性啊。所以呢，空有的是融通的啊，空不爱有。啊，有也不爱空哦，哈，所以呢，能够使真妄啊，真妄事理性相空有，啊，这本来都好像看起来是对立的两面，但是实际上呢，啊，如果透过因缘法来看待呢，它会平等而无差别，啊，是能够这个真俗无碍的哈，事理无碍的，性相无碍，空有无碍嘛，啊，之所以无碍，是不是透过因缘法才能够无碍啊？啊，如果是透过现象就会有爱啊，所以呢，之所以无爱，也是因为平等而无差别，才能够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种子啊，啊，相互能够融于一体啊。所以缘起性空来说的话，也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
四对的不二，不二啊，所有的不二也是透过什么性空啊，透过因缘法而来。所以生灭的因果诸行来说的话，也是性空的什么缘起啊。因为我们说从缘起法里头看到了现象的缘生缘灭嘛。那为什么会缘生缘灭？就因为因缘法它本身是什么？是性空的啊。所以一切从缘有，一切毕竟空。之所以有，是因为因缘和合而有。之所以无，是因为因缘离散而无，对不对？在空有之间呢，那么都是因为性空的缘故。在有无之间呢，是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一切呢，毕竟空。所以我们常讲说，一切宛然有而毕竟空，有没有？宛然有，现象上其实只是宛然有。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空，因为性空的缘故。因为都是由这个因缘法的排列组合嘛，和合而离散，离散而再度的和合，缘生缘灭的一些现象而已，所以其实从中观来看待现象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缘生缘灭而已，因缘的组合，这个和合看到了现象，当因缘离散之后，这个现象就怎样消失了。为什么能够和合跟离散？就因为性空的缘故，所有一切因缘法都非常的平等，任我们去排列组合。那么有为法让现象，让现象呈现，也是因为因缘的和合。但是无为法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大，无为法的力量是我们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对不对？它本然存在的一股力量就是缘灭，就是缘灭。但是我们的执着又会使现象再度原生，对不对？那么如何能够证得涅槃呢？就是要灭而不再生。为什么能够灭而不再生？是因为我们放下了自心妄执。能够折服了我们的自心妄执呢，才能够灭而不再生。不再生就能够不再灭。不生而能够不灭啊。那么也就是涅槃的现象嘛。所以所谓的涅槃就是生灭完全的平等平等。不然的话我们看因缘，看现象我们是很难平等的，看现象真的非常困难平等，但是因为我们能够深切的理解因缘的关系，从因缘法的平等性去理解所谓的平等，也从平等性当中呢来摆平我们不平的心，起伏躁动不安的心，让我们能够安住在什么平等性，平等的因缘法上，能够安住在因缘法的平等性上面，那其实也会让我们能够这个会获得一份的这种定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唯识学里面说的这个四加行，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是一明得定，一明增定啊，暖位是一明来得定，这个顶位呢是一明来增定，到顶位呢，是什么一印来顺定。所以定跟慧，其实也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就说越理解慧，其实也会让我们越定，比较不会起很多的妄想，比较不会执着在现象上，其实我们的内心也能够比较怎样，比较平顺一些，起伏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这个澎湃汹涌的，那这个也都是透过因缘法的理解的关系，所以呢，龙树菩萨的中观学，是究竟彻底而了义的，的智慧，那第九个部分呢，就是龙树的空是《阿含经》，的中道缘起与《般若经》假名性空的统一啊。所以呢，佛陀所说，佛说空缘起，中道第一义，礼敬佛世尊，无比最上说。这个都是龙树菩萨所造的论，佛陀所说的法，其实是离不开什么空跟缘起，还有中道。中道呢，让我们达于这个圣义地第一义啊。所以呢，我们说敬礼佛世尊的话呢，无比最胜的说法呢，其实就是离不开所谓的缘起中道嘛，缘起中道，乃至到这个假名性空，所以在中道，所谓的中道也就是八支圣道，
啊，是中道的根本义啊，也是中道的根本义。八正道主导者即是什么？正见啊，正见不落二边的正见啊，那当然也是八正道里面的这个领头者哈、啊。所以一切身心的行为呢，都以正见为眼目啊，以正见为眼目。所以从正见为本的这种实践当中，能够不落情本的苦乐二边呢、啊，啊，也就能够不落情本的苦乐二边啊，因为我们以情为本，那么就会落在苦乐二边里头。所以我们说要不落二边。啊，能够就是以智来怎样来化情，以智来导行，啊，用智慧来疏导我们的情执，对不对？透过因缘法知道苦乐二边其实也是平等平等，啊，不管落在哪边其实都没有关系啊，那么都是无所谓的，是因为它是平等的。那么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喜欢落在什么乐的一边，不喜欢落在苦的一边嘛？哦，那其实呢，苦不是不变的苦，乐也不是不变的乐，对不对？啊、哦，其实我们说苦当中有乐，乐当中也有苦，啊、哦，所以呢，所谓的中道也就是不落二边嘛，以智导情啊、哦，所以这第三个部分就讲以智为本的这种中道行，就是包括了最初的发心，乃至向上达于哈、哦，达到究竟圆满的一切的过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从最初的发心踏上了成佛之道，一直到圆满所谓的成佛啊，之道的所有一切过程呢，唯有透过中道，透过般若道跟什么方便道嘛，啊，也就是所谓的中道啊。好，那缘起啊，以缘起来讲的话呢，世间的一切事物呢，都是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的，哦，所以所有的缘起法也就是因缘条件啊之间的啊条件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存在，相依相缘的存在跟升起呢，称为缘起。所以只要是凡是缘起，没有不受到种种关系的局限跟决定啊，不是单独能够存在的，是相互之间互动出来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受到种种关系条件而去决定它的形体形态或者作用的缘起法，是不能不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说是必然是无自性的，是性空的才能够缘起嘛，对不对？也才能够缘生缘灭哈、哦，所以一切都是关系的存在啊、哦，也都是因缘所起的法啊、哦，所以呢，这个跟自性有啊、哦，或者这里就是讲到说。自性如果它能够自有或自成啊，或者自体的存在来讲的话，正好是相反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具有自性是无法缘起的，就因为我们不具有自性，是不是才能够缘生缘灭啊？也才能够自由的排列组合吧。好，那排列组合出来呢，就会有种种的现象，因为有种种的现象，就会安立上什么假名啊，这是什么样子的名称啊？那因为名称不同的民族也不同的说法，对不对？所以名称不过只是一种什么工具而已啊。所以这名字哈、啊，假名就是讲名字它没有决定性，啊，也不是落实在某一个法上的，名字是无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名称不过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标签而已了，啊，它不是实有的东西，啊。每个国家不同的语言，它哦也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名称语言文字其实只是假名而已，哦，啊，所以第二个呢，听到了但有假名呢，一切不可得啊，那么而能不疑不怖啊，啊，那就是菩萨安住于般若波罗蜜啊。啊，也就是说，真正的菩萨呢，会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假名而有，啊，所有的一切都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因为性空的缘故不可得嘛，没有任何的一点一丝一毫是可以把它固定在那里的，是不是都没有啊？随时都在变动嘛。纵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不是还是不稳定的？啊，还是不断的在变动。哦，那既然一直不断的在变动，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菩萨就只有怎样随缘尽分而已啊，哦，不可能去拥有不变的东西。我们就是因为想要拥有不变的，我们才在那边怀疑跟恐怖，因为
那个是我们获得不到，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追求，哦，才起了很大的妄想，哦，在妄想当中呢，有疑有怖啊，哦，那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性空的话呢，才能够不疑不怖，不疑不怖，啊，不会去设想，哎，我想要获得什么，啊，以为获得了什么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随时是不是都在变呢？啊，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不断的在变动，啊，所以菩萨要安住于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么就要能够安住在什么，在假名有的一切的现象，啊，不过只是假名而有，啊，都是性空，都是缘起的，啊，也都是这个凭借着中道而已啊，啊，所以呢，也就是所谓的随缘尽分而已嘛，啊，但求这个不产生遗憾。在过程当中哈，在当下我能够做的我尽量做，但是效果如何那也不是菩萨能够怎样预算的，对不对啊？所以也就所谓的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啊。所以呢，在假名方面哈，也有法假啊，法假就是等于像运处界啦种种的法啊，那么也因为有法，所以也会有名相，对不对啊？所以像心经也是讲嘛，无苦集灭道，对不对啊？无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啊？无种种啊，都是无，为什么呢？因为法假啊，讲的这些因缘法了，或者这个六根呢 啊或者五蕴，对不对啊？无色受想行识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啊，无眼见乃至无异世界，有没有一直无？为什么无？因为法假的缘故，没有固定不变的法，法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动啊？所以所有一切法呢都是假的啊，是因为它不断的在变动当中啊，因缘就是这样不断的在排列组合啊。那除了法假以外，就是受假啊，所有的受假就是复合物，所有看到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受假。啊，就像我们拿起这一块毛巾，哎，它是湿的，是软的，它这是不是也是复合物啊？啊，我们有所感受的，啊，感受到它是湿湿，是软软，那是不是也是受？那就会有可意受跟不可意受。就算这些受是不是还是假的？不是永远不变的，随时是不是也都在变动当中啊？啊，所以这个也都是一切假有的一个通义哈。还有就是名假，啊，在语言文字。啊，观念思想种种呢，其实也会不断的在变动啊，所以世间的所有一切事情是不是都是假名而有啊？啊，不要落在这个语言文字里头，以为它是永远不动不变的，那就达不到什么超凡入圣的那个涅槃的点了 啊因为要到涅槃的那个点上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放下这一切的法假受假名假，是放下了假名啊，是放下假名的这一切啊，才能够怎样言语道断嘛，绝诸细论，是不是就是要放下这一切啊？好好，所以所谓的自信啊，是人类普遍啊这个成见的根本错乱啊，最根本的错谬就在自信妄执啊，要去除这种自信妄执，就是要透过什么空性啊，所以这个空本身含有什么否定的符号啊，所以也透过空而怎样否定自信的存在嘛，那么即是超脱这自信的捣乱错误啊，现觉到一切的什么真理法则，乃至到真理的现象，那么都要透过性空而到达。所以所谓的空就是毕竟空啊，也就是所谓的性空，也就是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是超越有而离一切细论的空寂啊！啊，离细论才是一种空寂。为什么能够离细论？是因为它平等才能离细论。我们往往就因为不平等，所以不断的在细论，不断的用语言文字在表达这一切啊！啊，所以呢，这些其实都这个意义都不大的啊。所以呢，要能够彻底的理解性空的话，这个性空是不是通彻一切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之所以为空呢，乃为了怎样度脱众生，不得已，那么才有这样的名言。这是不是还是假名有啊？所以我们说，从此岸到彼岸呢，还是得要渡哈，要搭个波瑞船，
啊，波瑞其实也是透过文字波瑞到什么观啊，观想波瑞嘛，之后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实相波瑞啊？如果没有语言文字，我们无法观想啊。但是要达于彼岸，要登上彼岸，是不是也得放下啊，来扫荡一切啊，能够达于萧然无际的正觉。好，所以涅槃的那个极境哈，就是萧然无际呀，萧然无际的正觉啊，因为完全的平等，平等到无法去言说啊，因为所谓的空性就是平等性啊。这个否定式的符号其实都在否定什么特殊性，否定不平等，在展现平等性，其实就在展现平等性，平等到怎样呢？萧然无际呀。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平等，叫做萧然无际啊。所以呢，所谓缘起呢，是跟空相应的啊，是空的独到大用。因为性空而看到缘起啊，也透过缘起法啊，来理解缘生缘灭的过程啊。那所以，当我们缘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去想要拥有它，它自然会不会缘灭啊？但是缘灭之后其实也不用啊，非常的遗憾。其实当我们再度的执着，它是不是还会再原生呢？啊，当然在原生出来的已经不一样的因缘了，但是呢现象上还会不断的在出现啊，只是出现的细想呢现象都已经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辈子的六根，我们这辈子的父母跟下辈子的父母会不会一样？不会啊，因为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父母啊，也会有不同的根深，也会有不同的气界，但是也因为我们的执着，这辈子的消失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再度的再生啊？再生的话就会再死，对不对？再死之后再执着又再生啊，除非我们灭而不再生，才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涅槃呢。好，那当然那个都得要放下一切细论呢，才可能到达得了。啊，尤其我们的生灭虽然还没办法先解决，起码我们要先能够哈，就说在第一大二生期劫的那个目标，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啊，那但是那个又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啊。但是呢，我们希望说，未解脱之前，起码先学的自在啊。如何学的自在？就是要升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先摆平我们的心，啊，先让我们脱离现象上的执着。只有我们在现象上执着，我们都难以自在的，因为永远在比较。啊，压力怎么来？是不是从比较来的？哎，其实我们压力的最大的那个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嘛。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一直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啊，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对不对？那这个其实都是妄想，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每个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现象，这个是已经都是福报因缘的问题啊。啊，那如果我们想要改善，是应该在因地上下，而不是在果报上追求，对不对？所以还是离不开什么，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啊，我们尽管做就是了，结果如何，那真的不是我们能主宰得了啊，真的没有办法主宰得了。啊，所以这里讲到缘起与空相应呢，所以能够集缘起而正见不落两边的什么中道。所谓的中道，就是要不落相对的两边，不执着现象才会不落相对的两边。如果我们执着现象，是不是正好落在相对两边呢？落这边也苦，落那边也苦啊，是不是？啊，因为情执的缘故啊。为什么说苦呢？因为都是无常的。啊，都无常的缘故嘛，啊，所以能够放下自性妄执，才能够真正的不落二边的中道啊，啊，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性空学哈，是离不开这些的，啊，离不开所谓的这个缘起性空啊，假名中道，啊，这样是不是有一些概念哈？那当然这些也可以从比较细的哈中论的内容来讲哈。不过因为我们讲的是佛教思想史的演变了哈，那所以只能大约的啊介绍一下龙树菩萨的这个性空学中论哈。
好，那第三节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师资传承啊，他弟子提婆啊，提婆，那么也是南印的人，在独子部出家啊，那么在这个锡兰的这个五位山派来讲的话啊，态度宽容，容许别部跟大圣者来共住啊，所以他后来等于是到了这个南印的这个锡兰啊。那所以他从龙树来学，留下的提婆世基哈，主要就是他到处去破斥外道嘛，啊，所以被外道所杀，啊，那他的著作呢有百论，啊，还有四百论，还有百字论，啊，所谓的百都是在破，啊，都是在破斥外道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都是以百为主哈，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嘛，百的字根哈，啊，那。表示了破斥摧坏一切异说的宗趣啊。好，那第四步呢，就是这个大丈夫论啊，等于着重在悲心施舍一切的菩萨恨啊，以为慈悲增上的代表作，所以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去破斥外道啊，弘复大圣啊，终于以身殉教啊，所以这个也是能说能行的大丈夫啊。所以龙树菩萨呢开辟了大圣的坦途，所以到提婆到他的弟子呢就移到什么对外的破斥啊，以空意来扫除一切，以空意是够足以扫除一切啊，那尤其扫除了有跟非有等一切细论，因为有或者非有是不是还是落于两边呢 啊透过空意的话是不是应该要不落二边啊，所以呢这个空不是言说有所安立，反而这个空是不能立的啊，所以被称为叫做什么破而不立啊，破而不立，因为一旦立是不是都可以破啊，哎，所以以中观来说的话啊，几乎都是应该都说它长于破而不去立，一旦立了是不是都还是要破，因为我们一旦有所立是不是都有所执着啊，才有所立嘛啊，那中观是不是专门在破除我们的执着啊，所以要能够破而不立啊，那这也想说破的所谓的破呢啊，是要破除众生的爱着执见，也就是所谓的什么自性妄执，破除执着的意思啊，破除执着，那一旦又立了什么又等于是回到执着一样啊，所以要能够怎样对我们的执着要能够破而不立，破而不立啊，那这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再传弟子呢就是罗侯罗巴陀罗啊，那他也在中南印弘法啊，有赞法华经记啊，有赞般若记，还有中论注啊，中论注啊，那么这是他的著作啊，好，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呢，那么进入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后期大圣佛法。好，啊，后期大圣佛法里面呢，那么先看一下哈，啊，后期大圣经典啊，之后呢就是后期大圣的什么论点，先有经典才有论点，对不对？啊，所以先介绍经典啊，那论点方面呢，就是要进入这个无着世亲菩萨。啊，他们都是大论师啊，啊，也做了很多的论点哈，啊。好，那后期大圣经典来说的话，虽然它的部类也非常的众多啊，尤其呢都以如来藏啊、佛性啊，还有呢就像跟如来藏思想比较接近的佛菩提涅槃功德的阐扬，为后期大圣经典的一般倾向。啊，那以后期大圣经典呢，其实初期大圣经典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哈，都从南而北，都比较出现在南印往北弘传，但是大圣的论点呢啊，因为像无着世亲菩萨他造也是造论通经嘛，对不对啊，那成立了阿赖耶识为依止的瑜伽行派，那因为无着世亲菩萨其实他们都在西北印啊，尤其是说一切有部，再结合了经部，啊，结合了经部譬喻师，而形成了瑜伽大圣啊，
所以呢他们比较以从什么从北而南，经典从南而北，论点从北而南，这样有没有点概念啊？尤其我们说哎，布派这个大众部跟什么分别说部，它是不是会结合在南印啊？大乘佛法兴起于南印嘛，啊，大乘佛法的兴起最早来说的话，初期经典里面啊，初期的大乘是先以经典为主，是不是之后才有论点啊？啊，也先有初期经典，之后有论点，就是什么初期的大乘论点就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对不对？啊，就已经俨然成系了。啊，那到后期大乘来说的话呢，就是无着世亲菩萨啊，瑜伽行派的发扬。哦，而且中观呢也告中兴啊，后来后期的中观又再度的中兴起来，啊，会有初期的中观跟什么后期的中观啊，那两派的这种啊相夺相成啊，与两派内部的争论是论义进入严密的思辨时期。啊，也就是说，以后期的大乘论点来说的话，是以无着世亲菩萨为主啊。啊，因为中观它是不是属于初期的啊？龙树菩萨是属于初期大乘的论师嘛？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龙树菩萨因为他传了一两三代，是不是又衰落了？啊，在这个时候呢，又再度的中兴起来，所以唯识跟中观呢，其实他们哈，啊，这个也同时存在后期的中观了。啊，后期的中观呢，会跟唯识呢，也是同时期的存在，啊，所以会相夺相成，因为他们的角度不大一样，对不对？一个长于法性，一个长于什么法相，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相夺，但是也相成，互相也其实也互补不足哦，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两派内部的争论，啊，的这种争论的结果呢是。论义呢进入严密的思辨时期，啊，因为一旦争论起来，所提出来的那个论哈，啊，的那种论述是不是要更加的精严细密啊？啊，那么才足以驳倒对方嘛，对不对？才能够跟对方能够这个论争啊，好，啊，好，所以呢会有经典跟论点。啊，后期大乘来讲的话，经典从南而北，论点从北而南，啊，所以这经典说从南而北，论点从北而南，相互的交流，啊，而中印度的佛法呢，那么从吉多王朝，啊，吉多王朝是在西元320到490，那么再度的成为佛法的主流。啊，在这个之前我们说是叫南北朝佛教，对不对？啊，北贵霜，南暗达罗。啊，之后呢这个又啊又衰落。啊，那到320年的时候吉多王朝兴起，那么是在中印度。啊，是在中印度这一带。啊，那以后期的大乘佛法时期呢，导师把它定在200年到500年，西元200年到500年，啊，那么也等于说是在吉多王朝了，啊，后面，因为它从320到490，啊，所以除了前面的100多年以外，后面是不是都几乎是吉多王朝的时期？啊，那500年以后，一直到这个6世纪以下。来说的话呢，论义的风气高涨啊，是因为唯识跟中观它是不是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相夺相成，就会有很多的争论嘛，进入了严密的思辨时期，所以它的论义风气是高涨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新时代啊，秘密大乘佛法呢也正在孕育到什么成熟的啊，那么将留步一种比较面目一新的教典啊，属于秘密教典啊。所以我们说从佛法时期进入初期大乘佛法到后期大乘佛法，是不是？然后是什么秘密大乘啊？所以大概如果分四期是这样分的嘛，对不对？啊，从佛法
哦，大乘佛法，如果三期的话叫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其实分了什么初期跟后期，之后呢叫做秘密大乘佛法。所以这个会是另外一个新的啊，刚才就讲嘛啊，一个是论义的风气，啊，风气的高涨。第二个是不是就是秘密大圣？孕育另外一个秘密大圣的兴起，哈，这个是从佛陀的时代，从开始有佛法，西元四七六，一直到西元五十年，到两百年，到五百年，到一二零六年。哦，它的分的年代大概这样子，这一段叫做初期的，这个叫做什么后期，这个叫做秘密。哦，那到佛法时期是不是包括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到什么部派？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大概就是分这几个，对不对？哦，佛法时期，大乘佛法到秘密大乘，当然大乘佛法包括了初期跟后期，所以初期来说的话，主要是有龙树菩萨嘛。后期是不是因为有无着跟世亲啊？无着世亲菩萨。还有后期的中观是不是也跟着兴起，所以他论义的风潮很盛，风气很盛。哦，唯识跟中观，这是初期的中观，这是后期的中观，他会再度的兴起。哦，那秘密大圣呢正在孕育期啊，孕育后面的这个秘密大圣。好，哦，那导师所讲的这个是以声闻为本，这是不是菩萨为本啊？到最后是什么？如来为本。那么声闻为本就会解脱同归，过程是不是从声闻分流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对不对？到菩萨为本的什么大小兼唱，过程是不是也是在分流啊？请向菩萨之如来，啊，请向如来之什么菩萨分流，这个过程都是在分流的状态，从这个主流转到这个的过程，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请向如来之什么菩萨分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法时期以声闻为本，最初还是以解脱为主，啊，因为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最大的特色是不是就是解脱道啊？到菩萨来说的话，这个值都还是一样，只是什么量的不同而已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的话呢，比较以因地的耕耘为主，这个呢一直在追求果报啊。以如来为本，是不是如来已经是果报了？哎，这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里变成只问收获而不问耕耘了，对不对？哦，因为就是急着抢成佛嘛，急着想成佛，那么其实就很容易跟什么跟天道结合，就很容易跟天道结合哦，对不对？才能够一步登天啊，速成嘛。
哦，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说啊，导师也告诉我们说怎样，要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呢、啊。真正的菩萨道，是不是不求速成啊？才能够发愿，我生生世世都愿意来行菩萨道哎。如果速成的话，怎么会想要生生世世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啊，导师说，哎，能够不急于成佛才是立根呢、啊。哦，想要马上立刻解脱，反而是什么顿根，反而是顿根哦。啊，能够不求不急于求啊这个成佛，啊而愿意生生世世呢？这个是不是要相当有佛法的那个正见才可能啊？对不对？好、啊，所以呢，那么好、啊、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哈、啊，就是说500哈、啊，所以这里会有个2000到500年，有没有？就是后起大乘，就是所谓的后起大乘。好，那到500年以后，一直到1206年，1206年就是佛教在印度灭亡了。一方面是回教的入侵，再一方面其实是法义的衰败，早就已经衰败的状态，对不对？在500年以后，其实就慢慢法义上一直在衰败中，啊，所以导师提倡的是什么？初期大乘，哦，如同少壮时期的。啊、哦，人的少壮时期，哈、哦，好，所以500年以后，一直到6世纪以下，哈、哦，论义风气的高涨，再一个就是秘密大乘正在孕育，啊、哦，这个即将这个呈现出来另一种新的面目，一新的教典。好，那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后期大乘佛法的时代来说的话，啊、哦，以北以南来讲的话，安达罗王朝正好。好，在225年灭亡。好，225年灭亡。那贵霜王朝一南一北嘛，南是安达罗，北是贵霜。啊，贵霜王朝也即将这个衰落。啊，所以呢，印度又是到处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等于在250到320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一个分裂的状态啊？因为到320到490，啊，320到490是不是就是极多？极多又再度的统一，啊，极多王朝又再度的统一，啊，所以极多王朝呢，它会比较属于什么后期大乘，啊，后期大乘。那极多王朝里头呢，就有旃陀罗极多1世到2世，啊，所以呢，一世啊，这第一也就是极多一世啊。啊，从这个摩羯陀兴起，在西元320年的时候建立了极多王朝。好，那经过啊，从再经过萨姆陀罗极多，到了这个旃陀罗极多二世，国势呢就相当的强盛起来，统治了东西还有北印，啊，南印也表示臣服。好，那这个时代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梵文学大大的兴起，啊，那也引起后来的什么印度教的盛行。所以为什么说秘密大乘佛法它结合了印度教、婆罗门教，也在这个地方哦，啊，那关键哈，啊，也在于说这个，因为到了极多二世以后，啊，梵文学大大的复兴，也带动了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的兴起。那么佛教的法义是不是正在衰败的状态啊？只好去摄取，啊，去引用了婆罗门教，啊，跟神教呢去做了结合，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如果佛法不兴的时候，常常啊，在中国来讲也会佛道不分呢，啊，是不是？会结合当地的神教色彩。哦，如果佛教很兴盛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分得出来？菩萨是菩萨，天神是天神呢，对不对？哦，当我们分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妈祖跟观音菩萨是不是都搞在一起啊？就会觉得好像差不多，是因为没有法义去做分辨啊，是不是？哦，如果我们听经闻法的话，这两者就不会混淆，哦，完全没概念，是不是就很容易混淆啊？哦，就会混淆在一起哈。哦啊，尤其在这个极多王朝，尤其到了这个旃陀罗极多二世以后，
那么又是梵文学带动了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兴起、啊、那么佛教又是衰败的状态，所以所呈现出来呢就摄取了很多这个印度神教的色彩、啊啊、那么到了这个鸠摩罗吉多的末期，也就是到455年左右啊，因为这个都已经，因为吉多到490就没有了，这个也都很末期了啊。吉多的末期呢，北方受到白匈奴啊，也就是我国史书当中的这个暗达族的这种侵入，不断的来侵扰，国力大受损耗，所以在5世纪末啊，北印度就落入了暗达的这种统治，佛教也受到暗达的摧残、啊、那北印度的佛教呢就开始走向 衰落、啊、所以我们说到500年以后一直到1206年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个佛教的衰败期，虽然时间很长，是不是相当长啊，700多年呢、啊、我们说从初期到后期佛教了，大乘佛教来讲也才550年而已，对不对？两个时期才550年，后面就占了700多年了，啊，前面呢才400多年嘛，啊，才400多年，啊，所以呢，最后的这个啊500年以后的这个，其实都是在佛教的衰落期，啊，所以导师就把它归到什么，从少壮到渐衰到什么老死。啊，到老死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纵然结合了神教，却没有办法阻止佛教的灭亡，对不对？啊，那么鸠摩罗吉多以后啊，吉多王朝又分化了啊。那中印度啊，中印度大乘佛法有两大中心，东方就在摩羯陀啊，西方就在摩那婆，也因此成型。啊，这都是吉多以后，也就是在秘密大乘佛教时期。啊，那当然我们这段讲的是什么？后期大乘佛法。啊，好，那后期大乘佛法的经典，因为经典先传出啊，啊，经典要先传出。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南方南印所传出，大概都以经典的形态；北方传出以论点的形态。好、啊。那所以呢，南方这个经典哈、啊、编有一些呢就会编入大般若经啊，在梁曼陀罗仙与僧伽婆罗先后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第七分相当啊。还有呢，陈月婆首那译的这个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与第六分相当啊。那么也就是说，初级的般若经典其实只有5分而已啊，啊，在前面的第9至5页啊，初级大乘经典里面的般若经典有没有？般若经典哈的最右边。我们这里是不是分了4期哈？那最右边有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有没有？啊，从5分、4分到3分到2分，有没有到什么初分？啊，但是后期呢，已经都到第6分、第7分去了。啊，到哎，等于是第7分跟第6分，所以表示这个5分哈、啊，从初分到第5分来讲的话，属于初期大乘经典。那第6分、第7分这些已经属于什么？后期的，啊，所以它也一样是编入大般若经啊，但是已经属于第6分跟什么第7分。那么还有部分呢，就是编到这个华严部啊，所以华严经也不是一时间都传出，它也是分了前啊，也有初期的啊，大乘经典里面的华严经，还有后期的，啊。那在后期的华严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佛不思议法品啊，第28品一直到第33品离世间品啊，都是以佛普贤横地功德为主，那也有编入这个华严经。
还有部分就是编入什么大宝基金啊，大宝基金。那编入大宝基金呢啊，虽然也好几会，但是思想却比较属于什么初期的啊，比较属于初期的。虽然它属于大圣啊，后期的大圣经典，但是它的思想倒是还保持的比较初期的大圣经典啊。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